在录影。你小心拿哦，要小心掉哦。好。如果没有绳子，如果没有绳子要小心。对对对。可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在做什么。哎，你要小心掉哦。你拍得到什么吗？这有错误哎。哎，是因为我满了吗？哦，有可能你满了。这么满？你确实很满啊。对啊，你可能是很满。你看拍得到什么吗？哎，你拿我的，你看拍得到什么吗？因为大我都……那你看一下错误。我都被人挡住了。好，要注意哦，我要双手。是，所以其实要不来付啦。好，你刚刚有看我的空间状况，是空间的关系。哦，是空间的关系啊。接下来呢，他即将带领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迎向新的一年了。是的。现在在的事故团队缓缓的进入到我们的舞台表演区。大家都知道，市长最近这两年的执政以来，用一个非常创新、创意、突破传统的方式跟大家一起相处。北门拆除，西城反转，这就是我们台北市旧城区重新改造的一个新的里程碑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去年以及今年，在台北的西门町一起参与，一起见证我们整个西区反转，迎向潮流，整个新世纪即将展开。这个我们市长跟市长夫人也都来到了现场，熊在也在我们现场。
转，转住哪吗？